看那个影歌手。对呀、啊。全场，不是你们没有玫瑰花，三分之胭脂啊，胭脂少，不是三分之一好像比较小。对，是胭脂红哈、啊，嗯，还有加其他颜色吗？老师没有。一个月做一些立体感、哦嗯、立体感，然后再做一些花，大师之作、啊，我们自己那种，哎，怎么一大片的全部都是用到的，一上过去，是你长得像大师，这个音色很淡，淡今天教你们画这个樱花、哦、我只是说教你们方法、嗯嗯啊、以后你们看到樱花林的画法、嗯、看到樱花林写生的时候你们就懂得说、哦、大概要怎么画，因为樱花它表现是整片嘛、嗯嗯、整片的表现，那你要表现它的整片一朵一朵的，对，它是一朵细细的，但是我们要怎么去表现还没有好、欸、还要等一下做两三层次哦。这只不过是一个底色，底色是把大概它的架构，譬如说我这边樱花会比较多，这一颗很大，因为我的画面这边不要给它平，我给它有一个弧度哈，所以我这边樱花林会比较大，这一颗会比较大，有时候构图就要稍微要注意一下自己画面的构图，是那个黑的表示比较阴暗的地方。对对对对对，比较阴暗，你不能整片红啊，整片红看起来就不好看哈。那个画就整类似分路，这是油画，那个掉在油画，油画是由眼而进，国画是由近而远，近的先画，国画是近的先画。水彩，国画你。山水也是一样，是由近而远。那、啊、你西画，西画就不一样，那油画是由远而近。西画先画背景哈。对。水墨也有它的美啦，这个水墨画，跟油画也不一样，跟水彩也不一样。水彩他们都讲的是要。那个光影啊还有色块啊，他们都用色块做，那我们水墨就不一样，水墨就水墨呢阴暗的地方比较难处理，对、感觉水墨是在感觉，你看我这样也有阴暗的，对，水阴暗的地方，对，水墨是在感觉，所以为什么水墨，其实水墨的造诣还算蛮高的，因为你水墨都是平，水墨很好玩，它留白留得很漂亮，它不一定要你整张满满的，但是它有留白，它会让你留得很美。水彩那个油画不对的话，
你还可以盖过自己，但是盖不过自己，错了你盖不过。他没有留白啊，佛法是留白，佛法那样像白色的人都是留白。我们也可以不要很留白。你们玩玩看，我刚有讲这难度比较高，可是你们可以玩玩看呐，因为艺术东西。你们可以去诠释看看。嗯，感觉有水彩的感觉。老师，那个一般广告原料，那国画原料差异的。哦，不要用广告原料，广告原料它的分子比较粗，它比较粗，它画出来的话，画出来的画会比较酱，很鲜艳，看起来就没那么柔。我就不爱有一个叫做郑永元老师很喜欢用广告原料，透明度没那么好。对，透明度没那么好，那画出来的画。就是很鲜艳，一乍看就是一坨，然后很清楚就对了，就是很没有透明感，它看起来就是很，它分子比较重就对了，比较颗粒比较那个，所以我就不喜，我们都不主张用那个。加一点白粉。等一下还有第三层，还有一个更小的。今天这一颗是主角哈，所以这一颗会，这一颗会比较浓一点。就不用把它一朵一朵画很仔细。等一下，我会画一朵一朵给你看。老师，这个树干可以别的画，可以用这个这样的树干画。你说怎样？树干那个，对。用怎样？就是别种花。可以啊。梅花、李花，你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你。我这是画远景呢，不是近的呢。我现在是画远。樱花林。还没有完毕啦，你们再看啊。这只不过是一个。
这等一下再画房子。住在这里的很幸福。好，我们开始。还没有呢，这还不漂亮，还早。弄到整张都是。对啊，我就是我都弹在衣服上。哦，我也弹到，你看是真的吗？会弹到前面去了，会弹到天空去的，真的会。我也弹到了。可是是不是有一个方法是把拿东西盖住，还是？哎，对，你们可以盖住。为什么？是不好意思，就像我们科长说，因为那个歌唱班那边哈，那个门不能开，因为一开哦，音响那个音啊会回音到上面，上面是自修室。所以现在我们洗毛笔什么都要在前面，这边我们不开，因为一开哈，洗手间啊，对，这边不能开，连上厕所啊，洗什么，除了非他们下课去洗抹布、洗拖把可以往这边，否则上课期间都不能开。好的，一开哈，一走到那边，那回音都会到那边自修室。好的，好，不会不会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懂了，老师说一颗一个一个点，那个就是吗？对，哦，就是真正的樱花。哦，哎呦，我怎么喷到这样子？不要说你们，我也会喷。那怎么办呢？哎，不用盖了，来不及了，已经点到了。烟池在点这个白，白。老师，你那是用白的嘛？哈，对，白的，再加一点点。白的才不会透啊，才显现。我把它甩硬一点。我甩放在这，放在这，之前忘记甩到。真难的发现。我们以后就不要用那里了。嗯。好，没有关系，这远远有，这也是漂亮。老师水分要很多，才有办法甩出来。刚好就好，太多也不行。太多也不行。太多也不行。
今天是在做的。啊，刷油，他刷太均匀太细，我们要有粗有细。嗯。哎呀，刚刚好可惜哦，怎么会给我弄？那个可以画飞鸟，等一下我来画。小鸟飞有没有？一串。可以补救了。你漂亮的衣服不要都省到那。也可以画飞燕。哦，很热哈。天气温很高。好像有冷气还好。清明过了，天气一般。天气好就会比较热。老师，老师是因为一直在运动，所以就发热。老师同我们的姐姐，这个是在运动。老师是在急啊，画不出来，所以发热。开玩笑的啦。运动爽。我画画很享受，是热啊，那个天气热。也感恩老天爷给我爱画画，过得不会很无聊，充实。对呀、啊。有没有像哈？嗯、有哈。这个这边败掉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要盖住哈。你们要盖哈，你们可以拿报纸哈来盖。我没有盖，我等一下会补救，因为我很有办法。我们就没办法，因为以前我的工作专门在改画。像油画一样，水彩也像，水彩的工作。我老师就教过我们，这樱花林就这样甩。我有玩过，但是他没有我画那么鲜艳，时代不一样，现在人都喜欢比较艳一点，现在是彩墨了。啊，对，现在的樱花品种，牡丹品种也是变很多，以前的牡丹他都教我们的层次都很，我老师已经如果还在的话，已经快100岁了。那他的那个年纪的看到的好，你看有层次感哈、哦，他的看到的牡丹都比较单瓣，后来一直改良嘛，花卉一直改良，花一直改良以后就变成了复瓣了。现在的茶花也像牡丹，现在的茶花也像牡丹那么漂亮。现在茶花都很大朵，不像以前山茶花只有那么一点，所以现在很糟糕，画茶花还是画什么都感觉不出来，到底你在画什么？真的，就看叶子了。对啊，叶子去区分呐、啊，叶子茶花的叶子跟牡丹叶有不一样的，就是、啊、不然的话哦都找一些原生种的，嗯。